欧盟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成员国的总体实力比日本、俄罗斯更强。即使英国脱离了欧盟，此对手仍然可以毁灭全世界。航母和舰艇都做好了枕戈待旦的准备，就连世界第一的美军也不敢轻易挑衅。可见欧盟的实力。虽然此次美军的对手不是日本也不是俄罗斯，但我们可以预见，欧盟才是美国真正的对手。欧盟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的重心逐渐从欧洲转向了美洲。与此同时，亚洲地区国家的崛起，使得亚洲影响力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之下，欧盟的整体竞争力日益下降。因此，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维持欧洲的核心竞争力，欧洲诸国决定建立起一个在经济上相互合作、在政治上一致发声的联盟。实际上，单单从欧盟各成员国而言，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并不是很强。英国和法国虽然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但是实际上，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和法国这两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各方面都被美国、中国和俄国甩得很远。而德国虽然如今大有一副复兴之势，但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始终会受到限制。英国的军事实力更是大不如从前，尤其是曾以海军闻名的英军更是如此，早已不复往日的强大壮盛。美国的出现让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受到挑战，甚至还缩在美军的身后。最近这两家就联手闯入巴尔之海，相比美国的嚣张，英国海军也只能畏头畏尾。更何况现在的英国已经脱离了欧盟，除了英法德之外，整个欧洲整体实力还算可以的只有意大利。别以为意大利它看起来虽然不起眼，但是本国的军工科技产业超级强，美国的 F-35B 型战机都是在意大利生产的，同时意大利也负责了空客 A380 的很大一部分，土耳其武装直升机甚至也是意大利授权提供的技术。想当初它的海军规模已经超过了法国和英国地中海舰队之和。然而虽然欧盟各个成员国的实力并不是很强，但是欧洲毕竟是当年世界的中心，长达数百年，在此期间欧洲各国都积累了较强的影响力以及技术，因此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化为一体的整个欧盟的体量仍然不可小觑。核武器、核潜艇、核动力航母、先进战机，向来以装备精良著称的欧盟整体的军事实力，在不动用核武器的情况下，甚至已经超过俄罗斯。而长期以来，俄罗斯都被美国视为最大隐患，因此实力比俄罗斯还强悍的欧盟的确有资格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并且对比俄罗斯窘迫的经济，欧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即便美国将大部分注意力用在了围堵俄罗斯上，但是实际上，美国也逐渐将目光转到了欧盟上。虽然明面上美国同欧洲诸国都是亲密的盟友关系，但是私下美国和欧盟之间的竞争却从未停止过。在前一段时间，双方之间还就关税等问题产生了矛盾，最终的结果是欧盟联手来应对美国的压力。